哦呦靠，那真的。钓点浮现。好啦，我是五百啊，开场拍的唯美一点。啊，今天继续调查这边，现在水退很多了，很缓，看看会不会比较好钓。OK。靠！不要断掉。不行你。这种钓场其实选择短竿其实蛮危险，先示范看看。鲤鱼。漂亮的鲫鱼，哦，没有，漂亮。不溜我背吧，不溜，哎，不对，鲤鱼哦，卷呐、啊。不是鲤鱼啊，草鲤啊，快快快！杆子很软，多勾就算了。
谢谢你啊，好，拜拜拜。回去啊，等一下来吃吧。冲击力道很强，哦呦靠，要真不掉哎，看他掰的这一只啊，要修理，还有这只啊，怎么办？过年来夯未在呢，真正是啊。拜了他。杆子断了，断在这里。第二节发现这个杆子有一个弱点，容易断这一节，我们修吧。漂亮的体型。
都很漂亮，蛮健康的。OK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哦，好，我算了。今天还是用大锅来钓鱼，大锅大钩，要自己用这么大的钩子。
正在跑。好吧，就那边吧，那边也不错钓，那水流一点，那水小一点再来钓。拿去这些水是引到灌溉区的。小公告，好吧，下次再来继续钓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